大家好，我是斑马贝利亚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沙漠王国。今天我给大家传授一种能力。什么能力呢？哈哈哈，听好了，就是大家最向往的飞行能力。什么？你不信？我身为奥特曼鼎鼎有名的贝老黑贝利亚，我会骗你吗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大家跟着贝贝的动作做起来。首先我们飞行前先进行热身运动啊。热身运动完毕，大家跟着我飞，双臂用力，脚步蹬空气，屁股放屁，走你！记住诀窍再来，双臂用力，脚步蹬空气，屁股放屁，走你！双臂用力，脚步蹬空气，屁股放屁，走你！记住诀窍再来，双臂用力，脚步蹬空气，屁股放屁，走你！哈哈哈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什么？没有学会？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黑暗能量。什么？问我怎么才能获得黑暗能量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妈呀，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居然还摇人打我，我溜。